起床啊，我肚子都饿了。爸爸发烧了，头有点痛。快去看医生吧。不用，我睡一会就好了。我给你钱，自己去买点吃的吧。爷爷，家好了。谢谢你啊，这两个皮蛋送给你。谢谢爷爷。哪来的香味呀？爸爸，你醒了。哪来的粥啊？我亲手给你做的呀，爸爸吃都最合适了。彤彤真乖。爸爸，快尝尝，味道怎么样？这是爸爸吃过最美味的皮蛋瘦肉粥。谢谢。